第四，因自修行一切自道，因勤增长菩萨境界。讲来讲去拢这两行，对家己来讲，因自修行一切自道，所以你要追求佛的智慧，上求佛道叫一切自道。所以呢，永远不离开我为了成佛，达到遍知的智慧，我才能够服务众生嘛。所以人起来佛教，我要讲的第一，信念够要真上身，希望这世人、后世人继续打拼好好修行。第二呢，去我执，不然啊，咱这个生死轮回没有处理。第三呢，追求遍知，追求佛的智慧。那我这样才能够圆满服务众生嘛，特别呢菩萨道最后，菩萨道就是从利他的菩提心，你就很容易圆满空性，有人大家去帮助别人，早就未记自己的破病啊，大家去服务众生啊，所以殷勤增长菩萨境界，所以要努力的增长。下面叫做菩萨境界，那就是救苦救难的意思。所以帮助所普度众生，殷勤增长菩萨境界，而且你普度众生的力量越来越强你达到了一个连这些众生呢，看到观世音菩萨一路解脱了，脱离三恶道。观音菩萨凡意念我，见到我的形象，听到我的名字，就得脱离十四种部位所以佛观音菩萨施无畏者，因为他的菩萨境界到这么多了，这么高了所以，但是你要去利益众生，那更要追求智慧，因自修行一切自道。而且什么叫一切自？就这样，所谓般若波罗蜜，不是说我干了爱研究金刚经、禅宗，那不行的。般若波罗蜜是欢喜利益众生的一切世间法，出世间法门，你拢爱要。小乘、大乘、密乘，各种宗派，念佛、禅定。你都要会阿含经、华严经，你都要会世间人没让他走，所以佛视线做过国王，做过动物，做什么都做过，他什么都做得圆满。佛陀本身故事里面，不管你的爸爸做一只动物，他都做得很圆满的这一只鸟、这一只狗、这一只马都是圆满的而且都是在菩萨境界的，连做畜生都是维持在菩萨境界的。所以有一句话同样跟我们师父讲的，什么时间不是佛学院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就给师父，我要去佛学院，我要去佛学院。我师父说什么时间不是佛学院呢？你时时刻刻都在佛学院呢，因为你有注意你的行住坐卧，旁边有这么多法师，特别我们以前在慧日讲堂都是老和尚、法正、老法师，我们卢须长老那边后行法师也在那边，那时候后观法师也常在那边，大行法师很多法师都住在那边这个都是以前印海法师也常回来住，都是大善之事，你随时都是每个都有时间前去大善之事，你时时刻刻都爱猛呼唤而且这些善知识有个特点，他绝对不理你，你只要贼呀，他一过来他一定跟你讲话，你在看什么，然后他提供他的资料给你，把他的人生经验给你，那叫善知识。善知识他永远不舍弃众生，一找对北宫看你等下不聊，然后不跟你讲话，不会的像我师父没事就跟你拉去讲话，然后呢给你分析那个分析他就随时希望你能够懂佛法。哎呀，这些善知识真慈悲，你的不退菩萨为伴侣，他们时时刻刻在想你在做什么，怎么样我能够帮助你，我所学的都一定要给你。以前后观法师在日本读书的时候，他要组一个菩提学会，然后菩提学会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，他都准备很丰富的讲义，然后他半年回到台湾一次以后，他那边讲义的厚厚归他的厚厚啊，海涛法师这一叠给你他都整理好了，虽然我不在日本，但是他知道说我在那边，他随时要整理给你，主动的就印好，他字写得很小很细的然后过几天问有没有看啊，有没有空啊，就拍谁那有没有问题他时时刻刻的在关心的
他不会说：“哎呀，外里不能等来，我这么忙，不要跟我讲话啊。”不会的。啊，因为这些是菩萨嘛，不请之友嘛。啊，所以各位要培养这个习惯。当然，你别去跟人讲，然后对方万一接受我们这把金药片，你有没有把握？你讲的这个是个法，而不是说你个人的意见还加了我执，这不对的。啊，而且这个法是因人而异的。这个人天天打坐，那么不做好事，哎呀，你就不要再打坐了，你应该多做。而且啊，又给我卖打坐啊，我出给别动啊。那这个人天天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然后叫他学法器也不学了，叫他去接天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都在法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师父呢，你不要再念佛了。然后他师父来骂师父，哪有师父叫我不要念佛了？这是什么道场啊？六一贵啊？他不知道说你这个念佛没用，很自私啊，你根本不想要忙大众的事情啊。你说这个是出家人吗？那你干嘛来出家？啊，这个敲法器就是法呢。这个敲法器，你可以连鬼神都很高兴的，何况人呢？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研究大般若经的，我就不用敲法器？这个思想有问题。那这种人还特别喜欢跟他说法，鬼刚的人家这些波带去，但信徒来，我过来啊，我都会开讲了啦。信徒讲啊，招呼我过来。你要讲法，要对方就欢喜听，比较对啊。啊，总共让他讲过瘾，他背给我都叫他相信嘛，很讨厌呢、啊。海涛法师这些贡献很讨厌，你贡了五十三二亿，啊，我不会这样做的，啊，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善巧方便，嗯，还要让他知道法的精髓，还要能够听得下去，啊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你要去学很多东西，你才会知道这些。而不是单一的啊，所以要殷勤增长菩萨境界。那你要增长菩萨境界，你要跟菩萨学啊，所以各位要亲近那些大菩萨，很多菩萨。这个世界你放心好了，你有菩萨的眼睛，你就看到谁是菩萨啊，太多菩萨视线了，太多太多了，他们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，你从内心里面我赞叹赞叹啊。那我如何达到他的境界？金麦郎有一个很痛苦，啊，我去接近人，你规天看册，啊，我规天看电脑，啊，拢无咧接近人诶，啊，你变来做菩萨，啊，菩萨，哦，伊切头啊门切开遐清气，那切个那阿弥陀佛，切开面咧发光，我是菩萨，我看过这种，还真是菩萨，啊，因为他很法喜，他法喜又快乐，你看他。啊，不会叫你去吃糖阿门，我要看佛经，我吃什么糖阿门？啊，那你就不是不，因为你还有二元分别嘛。看佛经才是合佛，吃糖阿门不是合佛，啊，你就不是菩萨了。你看那菩萨心甘情愿的吃糖阿门的，快乐一点也不会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什么，要达到空性嘛。啊，我要学习他擦窗户的样子，拜佛的样子。啊，所以这一点，那就要把广学一切，菩萨定改，啊，太多可以学习了。当然，经典里面的这种次第问题，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的菩萨的阶位问题，那更要自己要回光返照。我有没有达到这个心态、这些行为？啊，初地菩萨如何如何，二地菩萨如何如何，三地菩萨如何如何，迈光初地、二地呢？出果、二果，那就很厉害了，啊。那自己要印证自己。第五，善知于时，常行法师，开悟一切，名为智者啊。所以呢，做个菩萨，善知于时，在什么时间啊，要去布施。菩萨所布施的都是法，放生也是法，念经也是法，去老人院也是法啊。就利用这种方便，把佛菩萨的力量来利益众生，要善知于时，常行法事。我昨天看新闻，现在索马利亚是吧？370万人在一种饥饿的状态里面。哎呀，那联合国呼吁啊，赶快大家布施啊，要
对他们赶快让他们去除饥饿啊，太痛苦了。索玛利亚啊，所以大家这几天透过各种赶快寄钱啊，对不对？帮助他们，这个就是法事。法就是要众生在苦的时候，你就要帮助了。啊，这个应时布施功德最大，等着疏遥。啊，所以我想每个人的心情，你今天走到你儿子旁边，心情拜拜啊，你要善知已死哦，已经嘛，心情拜啊，我被安装开化也心情，而且先泡着不要压力嘛，嘎逼啊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先不能给压力，你莫忘记，啊你要把楼下，啊，那你就不善巧了，啊，不知道时间地点怎么做事情了。对，泡起来嘎逼，谈天谈地，再谈到那边去。啊，你要这样迂回，那你要懂这个东西啊。有时候还不能跟他讲嘞，做给他看，啊，娘娘，做给他看，啊，所以有时候你周围发生的事情，不见得不是对你不好了。今天有人在骂你，有旁边人在，这个就是一个因缘，让对方让你看。当你在被骂的时候，你显现一个忍辱，就让对方学了，啊，因为菩萨善知已死，怎么样去做示现给别人看，让别人学习。特别现在是一种多接触的时代，做老师啊，做个团体里面的人来来去去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显现佛法的布施，你的这种行为心态很重要。所以住持的菩萨，他随时就像一个演员一样，你看给大家盯着，这样大家拢在看你，大家拢在看你，你听你的讲啥，那个照相机一直拍你，所以你的动作很重要，你恭维讲了都会影响到大家了，啊，特别我们现在已经在布施轨道了，我火化行天行归的，他你的心态更重要，随时都在影响着他们，啊。有人说，啊，我身体有贵缘吗？有贵够好啊，你升起大悲心一个桥头啊，你把观想你自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你住在净土里面，哇，他就往生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哦，贵来催我，哦，我怕别人，我别人改枪找我了，都要讲怕别人，你请一个又进来两个，请两个又进来三个，你整天都变不完，跟他挂壶啊那样，挂壶整身骨拢糊啊呢，啊，因为有个对立的思想，你没办法。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这个，我都说哦，这个人阶段到哪里他就讲什么这样，因为对他来讲还有鬼，我一鬼刚才修剑啊，但是鬼只是一个名号，代表一个无蕴的一个想法，那你要如何去对峙，这样就好了。开悟一切名为智者，所以下面代志你拢爱知影。开悟，悟就是见到诸法实相，这些意啊、德啊、安怎做的，他的生住意灭你拢爱知影啊，他如何用的，他的过程是什么，他的本体是什么，你爱拢爱了解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进来里面你要看，这和尚安怎做的，喇叭安怎倒的，啊，这电筒安怎用的，电那是安怎，你拢爱知影。啊，尽你所可能的去思考这些，啊，所以这个要做行李的人，刚才讲，一定公司要那经营诶，租金偌济，行李要那做诶，他就要这里面吸收经验啦，因为他才可以把自己的公司做好，还要经常出国去外面去参访别人怎么做的，模仿，啊，模仿别人做怎么样做得更好，所以这些我们要去参访，我们不能关闭自己啊。关闭自己，要去学习一切，开悟一切，名为智者。所以别再独孤，别再懒得思考，别再关起门来象牙塔里面啊！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了啊！第六，于一切法心无动念，得智慧明，灭诸痴暗。所以于一切法，佛家派家。好像俄罗好像没黑东西的感受，一个形象像空气一样来而吹走了一样，各位啊，你去看如如不动，心无动念，啊，如果一动念那就惭愧心啊，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要因为这样就生气或起欲望。今天你看到很美的东西，哦，这个女人好美，这个男人长得不错，你又动念了，想要多看他两眼，那就出问题了。不行的，啊，不能的，啊，不喜欢的跟喜欢的，你都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在修行嘛。而且马上给他转化，他是观音菩萨，他是我的父亲母亲呢，我怎么可以对他爱或恨呢？要自己一直告诉自己，这个叫修行啊。修行是保持正觉，保持那个念头，而不是说，所以你现在必须，就刚才今晚拎起，别再紧开，赶快拎起来，你就动不了啊。你要一直保持这个，保持这个法的思想，那你才会心无动念，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都坐在遐，然后看了，我都想要生气啊，我都想要安怎，那你就没有在修嘛。你要保持在这，哎。行经破在波罗蜜多时，下面拢假，下面拢如幻如化，啊，我奈安尼假，起码贵人讲假来变佛来，贵人阿弥陀，哎，安尼卡拉边那就那变成阿弥陀佛，因为你的念头是阿弥陀佛，伊就变成阿弥陀佛。虽然你的嘴咧念阿弥陀佛，那是贵，又变贵，可能来跌落去卖念，啊，怎点？贵搞我跌哪？我咧念阿弥陀，因为你心内底咧贵啊，你搞咧跌哪啊？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是阿弥陀佛，你一定是阿弥陀佛。但是我可怜，我给你看到鬼，那是我的分别相，安尼，你安尼讲啊。所以你要去练习嘛，所以你要去往阿波坐啊。你无去坐，你来知讲，那叫做阿弥陀佛。你明明是鬼的阿弥陀佛，我给他看到观察，都皮皮说啊，别人看到阿弥陀佛啊。所以心是安尼，你要去境界，我去学啊。刚才我过去咧做了。大概这样，阿弥陀佛，按照会啉水冲我一下，啊，咋那冲我一下呢？啉水的量，阿弥陀佛，我一直跟白，我要来啉水哦。啊，因为啉水的量阿弥陀佛了，你是苦有希郎哦。啊，但是这样不是办法，所以以后好，你要坚持，你弄早我这里来念阿弥陀佛。其实是你自己的哈自己，但是念久哦，就 OK 啊 ，OK 啊，阿弥陀佛，往生的面嘛变阿弥陀佛，哎，笑，迄阵你敢看？你怎啊唔敢看？所以莫叫我看，你叫我看，我等于说明拢迄拢做出来的，拢迄死人的面。我安在该拼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该一看阿弥陀佛啦，你一看阿弥陀佛，那死人的面才无去。我们都要这样过程的，本来就是要这样啊。但是你不能逃避了，慢慢给我看，你不可能逃避的嘛。那一直看他，像我昨天我们去看悟明长老，啊，他坐缸102岁，脸还在。你哥叫我你来代拜，我一直看他眼睛，哎呀，越看越喜欢了，哎呀，这人往生呢，连那个脸还跟哥哥可以看鬼啊，那叫赵马赫，啊，连细节的面都就好看，这么庄严。那不是观音菩萨是谁啊？哦，他应该讲悟明长老，伊就迄天下昼食饱困起来，感觉到心脏不舒服，安尼就好，往生啊！啊，无病无苦啊，选择最好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啊，六月十九四点外，发挥拢办完啦，困饱，对不对？啊，观世音菩萨来，观世音菩萨去安尼，啊，坐岗。那他们还没有坐缸之前，那个坐着也都坐着这样的啊。那现在坐缸头在外面，身体在缸里面，脸很庄严啊。大家念观音菩萨，因为他就是观音菩萨的视线嘛啊，多庄严啊。所以一个人连往生的相都可以让别人起欢喜心，最起码还怕别人修呢啊。人世界比那真歹看呢，哎呀，人看着那个皮皮叉呢。这个就修得不好啊，连实相都庄严啊，所以一辈子修观音菩萨，念大悲咒，护平长老啊，所以视线这么好啊，所以一切法心无动念。那各位现在就要开始练习了，不管发心下面待机，你开始不要找理由找借口啊，或是因为别人，都是自己的。万法唯心造，你念头动到哪里，是什么因缘来嘛？啊，有的人你做头家，哦，哎，请接完了就惊，请到骗我，骗我。你跟他喜欢，大家来拢来骗你啊！
但是我现在专心的修行，一直立众说，哎，阿弥陀佛的派贵阿菩萨来给我倒上岗，我就放心了，你就会越感应，越感应你就越认真去利他，没烦恼的事情就解决了，啊，你越烦恼的事情，事情就越麻烦了，啊，所以我只知道说我一定要永远尽力，然后我们的这些周遭的世界道场都会越来越好，不好了他自己就会啪啪啪啪啪，然后就照顾了，对吧，啊，卖起后就过来，啊，因为总是有这个过程，但是你的内心里面一个动机，一个菩提心永远要守住，啊，虽然在做这些菩提心呢，但是又不执着，很重要，啊，一波罗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要有这个看清楚真相，不执着，啊，然后呢去圆满菩提。所以如果你不起心动念得智慧泯灭住痴爱，最难拉落去吼，或者 keep on keep on 都看未了底，不但看未了底，还佫无都看外口，就乱起啊嘛。不但不了解自己，又不能了解别人，最难卖个拉轻轻啊，哦，看了底叫水耶，还佫反应那个山景就水耶。刚才各位去瑞士啊，去看到那个湖，然后又印那个阿尔卑斯山，哎呦，好美啊！啊，对你来讲，世界也很美啊。啊，因为你心平了，印在你心里面的都是美的东西，啊，所以但是首先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，啊，第七，因知一切心事如幻，因知世间诸行如梦，啊，一定要了解，嗯，汤，所以凡夫叫事，佛叫智。什么叫意识？就是分别名为意识，无分别名为智。所以南京嘛都是在分别意识里面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分别意识是假的，幻化的，不要相信它是真的。南京嘛的凶性，我觉得真的快乐，真的痛苦，哦，我今嘛最后要说很快乐，我今嘛极胖也是我紧痛苦啊，所以，哦，我今嘛感情真快乐，我翁对我就好，我真快乐。我今嘛对我不好，我就痛苦，很可怜哎，很痛苦哎。黑东西 gay 有什么好快乐？有什么好痛苦呢？啊，如果你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最怕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妄谈，妄谈。我搞我囝饲甲大汉，啊，无要听我的，啊，那个娶来新妇，伊今嘛拢听无，无要听我的。啊，我又喋喋妄谈，内心里面就很痛苦，因为你觉得有一个实在说我一定要达到，我一定要这样，你就会很痛苦。但是如果这个观念起来了，你要知道那个都是假的，那只是一个因缘，好的因缘，不好的因缘，但是万法皆空，业性本空，啊，如幻如化。这点同样，这点是各位每天都要看，分分秒秒都不能离开，你一离开你心就乱，就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你就没智慧，你做的事情就会觉得难呢，啊，你二叔我住这才最好家，一看到咱拍家卖光好家，你的心一定就拍家了，看嘛知就皮皮嘛知，啊，那也好家奇怪，啊，因为他心乱不知道，就像各位唱歌一样，打开把公告给唱歌就好听，啊，今天唱歌好听还没几个，啊，对，不容易，讲话谁都会讲话，但是你要讲到别人听得下去，那很难哦，啊，但是因为看不见自己，因为你有执着，你就不能够做得很好。那为什么？那所以一定要有空性，一定要如幻如化的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啊。因知世间诸行如梦，所以这世间的一切存在，啊，做梦赶快！各位，你做梦也是梦到你房间内的五百只象呢？做梦也是安尼，因为你在梦中哇很多象，因为你小小的房间怎么有五百只大象？但是原来我们的心呐，啊，哦，可以这样超过大跟小，啊，超过大小内外的观念，今嘛你也别做未到啊！啊，各位听过《明日日报》的故事，他跟喇琼巴讲话，结果下雨了，然后他就跑到牛角里面，啊，跑到牛角里面，《明日日报》也没变小，牛角也没变大，但是他可以合为一体，
那个时候老琼巴那时候跟弥勒日巴说，我要去印度求般若智慧，我要去求啊。耶稣弥勒日巴叫免去，那伊免去，后来去就去。然后老琼巴到印度学了很多空性的知识，回来以后，然后弥勒日巴故意的去开讲，徒弟啊，你去印度这几年学的如何啊？啊，都把那个开港突然落后，弥勒日巴就显现这个神通。那老琼巴阿公那也不懂啊，我研究了，所以他那个研究是个知识，他不是一个智慧，没有开悟。但是很厉害的是，老琼巴也有进步，因为他看得到，他还知道说弥勒日巴进入里面，至少他看得到，只是他做不到。但是一般凡夫看得到了看不到，不知道啊。所以在这一点呢，事实上是自己的问题，障碍的问题。所以那如何去除这些障碍，那各位就要按照经典这样，如幻如化，如梦幻冒泡影，世间一切你的想法，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。你要点来去看，不然你还有一个骄傲，你给你骄傲想起，我给你恭维骄傲比如我给你恭卖好比赛，那这样以后你都还有一个执着，所以你就没办法爱比如我比赛，自卑也不行啊，因为这些对你来讲，你还有一个我可以骄傲，乃是我被看不起，那你的心思里面还不清净吗？对内跟对外都要、啊、要关照啊。反正是关照，你可以透过文字心了解哦，心经啊，帕贼经啊，很多佛经里面无量易经写的，菩萨的有一法必得成佛，什么法？就是观一切法的生住意灭。就他刚刚生哦，这回安乐先生啊，金马贤呢啊，不我雕，然后就没，你要每个都去看，看到他的过程里面，那你就得到无量义，无量义经，《法华三经》里面的义经，那是菩萨最重要的啊。那你不能停止这些，那如果你停止这些，你只是在做事情的成功跟失败，那就完了。最后，看顶点要变吗？我今天这样讲啊，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个出家。我也不敢要求他说华严经的跨境这样，不那么跨硅谷啊。那每一天要把这个看到的法，大刚这里消化，阿妈把人供，哎呀，啊，大家一起进步。因为菩萨来这边，大家帮忙跟法师帮忙做义工，我们不能每天只叫他做事，然后不给他法，那不对的。义工菩萨，大家出钱出力供养法师，那法师要对他们做法的布施。这个法的布施不是光嘴巴，而是这个法师的人格有法，心态有法啊。我想各位今天愿意来听海涛法师说法的，海涛法师对至少我的缺点你现在还没有看得很清楚，哎呀，这类难过写话书，你还会这样认为说我来听听他讲法。那人格上你必须要尊重他，还有一点信心啊，然后再来你才可以接受他的法。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信心，可以用世间的分别爱染心，你来听我讲话提根嘛不好，因为你不是为法来的，啊！但是我们一必须以人格来表法，然后呢，对方说法。所以我跟来的，各位要每天抄几句，你对治你的，在你的房间，然后呢，经常换来换去，然后告诉自己如何修行，啊！第八，行如来行，住如来道，啊，做阿弥陀佛的做的代志，啊，咱只能安住在阿弥陀佛，这种的利益众生的方式来的，啊，拢会使，所以去做才能够安住，啊，住就是你不变了，啊，住如来道就是你已经入菩提道了，不会退转了，但是你如何达到？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住菩提道呢？那你要去行如来道，阿弥陀佛的这下面，有书佛的这下面。那所以我当然了解有书经，到有书经来的还了解破文品，啊，别乱去走，啊，好好经嘛，干了安碟这些世间如何善巧方便去做这个菩萨，啊，所以各位行住坐卧拢要记，你今天我是接电话，接电话嘛，你多重心，我讲话方式真要紧。啊，恭维风气，恭维口气，因为别人拢在给人看，在给人听，哎呀，啊，所以代表着佛教徒，不管是出家菩萨、在家菩萨，
给人家一种亲切感，关心对方啊，很重要。当然，对方如果是他的思想精神有一点问题，那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要约束是对的。你不要都该讲几工啊，啊，你不要都该讲三点钟啊，那边做代志，电话塞线了，啊，对。但是你要懂得如何拒绝他，啊，而且在法的范围安慰对方，求佛菩萨加持啊，还是要动机，还要慈悲啊，啊。所以各位呢，为什么要念佛？老实念佛，不是跟他说啊，你阿弥陀佛的佛。你老实念佛，你要了解佛在做什么。无量寿经，光无量寿经你都要知道啊，啊，阿弥陀经的境界要知道啊。所以，然后呢，那基本上好说经方便，就算你比较看机，和你这刚经说好的录音段，取其优点听吧，啊。那找到这个精髓，我知道念佛的意义在哪里。一门入人，门门入；一理通则万理透彻，不会有冲突了，不会有冲突，啊，只是发心不一样，啊，愿力不一样。佛教的基本道理都一样的，啊。得告来，于诸众生恒起大悲，啊，所以，即故为各位拢尽心了，对每一种的众生天道人道阿修罗道，所以各位每天要观想地狱畜生道鬼道各种的众生，你要一一观想，都在你面前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要让他离苦啊！我们不能说只有对一种众生好啊，对某一类的众生也不行。而且于诸众生，你们在两面处也，啊，你都要真正去观想，这代众生一一在你面前，然后去接触，还要主动的去接触。所以各位呢，不能说有时候我看到很多菩萨法会就来很高兴，那没法会也不知道在干嘛，也没有在修行。因为没法会是要让自己提升境界的，你来参加法会加入这个功德，大家力量大，我们不是说来得到自己的功德，而是我来是要加入一份功德，让这个法会的那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。所以我们没有法会的时候更要精进，更要努力。第十，来求一切智净诸心海啊！所以我们的心像大海一样啊，可以包容一切啊啊！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海就像就是啊是这样清澈的圆满的啊。那求一切智，你才能够把你这个有这个污浊的水变成清净的大海一样。啊，所以要很努力去追求利益众生的方法，佛陀的智慧啊，那你才能够，我们叫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啊。这一点就是做个菩萨一定要一定要啊。如果你只用一个方法，那肯定不想要开发自己的智慧。打刚的练两步喽，练两步喽，可能人家加菜两步喽，就好讲了，自己做代志就无气啊。啊，大概没有讲假财良木都是没有讲啊。但是自己呢，自己有没有进步啊？啊，因为有时候不想要进步，而且方法不对，方法不对就要接近善知识啊。啊，一定要广学，要精进啊。不然有时候我们发觉现在好像都被改变了。这个人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这世人就是，哦，世人嘛呢，到老嘛呢。他也不能够让自己进步，那不对。各位，你不能说哦，听法师说法，你是法师，所以我永远在台下了，我永远不能上台，那你错了，你不负责任。众生皆有佛性，周立盘陀都可以成为三藏法师，少陀卡得赛啊，早足成垢，因为他找到对境了。所以每个人都要承担是这些利益众生的责任，特别是说法。是一个法师的责任，你不能说，说法是男众就好，女众不要说法。我不读册，不读册，我刚好说法。你想那边出家，出家就是我听我什么出家的道理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啊！而且出家的快乐是什么？出家在做什么啊？这个是我们要去跟人家说法，不能说，哎呀，我自卑啊，我无可能啊，啊！因为呢，各位，佛像永远是佛像啊。互相是一类红白的哦，
出家人一出家就是红白的哦，三宝啊。那么我就爱真打拼，修行要回向功德给别人。伊请我啉一杯水，我嘛有功德给伊。那无我就要欠伊债啊，所以我就会静静的在内心里面修行啊。至于个人的因缘没关系，但是他永远在精进的啊。所以求一切智，我们要追求骗智的智慧。所以你要追求骗智的智慧，当然你要累积助你嘛，你很努力啊。第三一来，所见诸佛皆由自心啊，所以你看得到佛，因为是你的心清净，你才看得到佛。一个人是怎样看得到阿弥陀佛啊？我要死啊！我要死啊！无所执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啦。啊，一个人起码佫无得看到阿弥陀佛，是因为我佫活着的呢。因各位，其实咱大家嘛在死，我们这个细胞身体一直刹那刹那刹那都在生死生死生灭生灭。如果你有这个体悟，你就见佛了。啊，见缘起即见佛。啊。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真实的佛存在，所以佛也是我们内心显现。你内心有佛，外在的众生也都变佛了啊！你内心有佛，就像你电调好了，你就会跟电相应。你内心清净了，你也感受到佛菩萨真实存在，但是不以色声香，不以色音声得见我，不是吗？你是感受到佛的存在，不可思议。佛永远在旁边。哎呀，什么叫这个？什么叫众观呢？啊，你等你烦恼一阵，就一本册纸，和你看到，然后很快就一股众观，哦，佛在帮你打开书了。你感受到佛存在了，啊，因为你真心的在追求这个智慧的时候，那你会感到诸佛菩萨24小时一点闹过后点闹再给你安排。让我们能够成佛，啊，所以重点还是在内心里面。第12，来，普为诸世间修行菩萨，所以我们做这个菩萨，一切都不是为了跟你普为诸世间，所以大家做好难看，所以各位你们很放荡啊！我都要请天团佛里面咯。有个男生说：“师父，我很喜欢穿短裤。”我说：“不行啊，到佛堂不能穿短裤，天气这么热，穿长裤干嘛？”我跟他讲，你看我们出家人，哎呀，都绑着腿哎，那三件呢，一二里面还一件呢，啊，这个就是为庄严佛教。你可能我看我看他挂这条路，我赶快啊，你了解不？我每天要调好，然后有些人戴久了以后，它会有重量了，知道吧？然后靠在后面会靠到脊椎的这样，但是师父说要戴啊。衣服要整齐，啊，那边请的都给人捂着呢，啊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世间，你要庄严，普为诸世间行菩萨。所以一个出家人，一个菩萨，你不能衣着随便。难道人家领导你请坤上出来啊？啊，出家人你见人至少是长衫呢，拜和尚要穿海青呢，大衣哦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也不能随便啊，不是光衣服而已，而是你的行住坐卧吃饭都是行菩萨道啊。所以不为世间修行嘛，你的开车，那你这台车就是阿弥陀佛，你开车不能随便超车，按喇叭给别人压力啊，要如此啊。而且示现给众生啊，这部分载给出给普为诸世间行菩萨行。第13，普应群生心，庄严住愿海。哦，众生的心下面就用来怎样啊？爱雄应，一开始要接近他，然后再引导他啊，布施爱与力行同时，也引导他，也能够看到佛性啊，找到快乐啊啊！这里人说啊，我今嘛钱拢胖起啊，事业多啊，我就艰苦，要来自杀来。你要示现给他看，嘿，那是快乐啊！嘿，那边欢乐呢。我出家人本来就不爱钱，你叫我多快乐？你哪讲？啊，真正快乐不是得到钱，还是钱胖的。真正快乐是，你有法度哦，慈悲才是财富，智慧才是子女。
你要怎么跟他讲？当然要先安慰他，慢慢引导他。啊，你要讲哦，你要感谢恁太太，眼睛有红，眼睛给你戴绿帽子。啊，无恁就知影讲感情是苦，感情本来就是你接触感情本来就痛苦啊。啊，啊，你今日对方佮实现一个给你看，你才讲接触的感情是苦，哎呀，啊，你唔能够要去找呢？离婚就好啊，佮要找一个哦。世间人就是安尼，一个佮一个，就你都唔知苦。放下不叫快乐，无啊不叫自由。各位要去思维，有是快乐还是痛苦？拥有本来就是痛苦啊！啊，你无囝就快乐啊！人出家啊，想出家，你那边出家，你是有啊，有翁有某有囝，放未下过来呢？啊，无有厝有钱嘛，放未下。啊，过来呢，我收税嘛，放未下呢？啊，我收外嘛，放未下呢？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着，就没办法了啊！但是我们要去了解众生的苦啊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哦，因为他执着了，他执着在某一点，所以你要应他的心跟他说法啊。庄严住愿海啊，这个愿就代表佛菩萨的心呢 啊，乃至你自己发愿要成佛 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利益众生，你才能够成佛。普应诸群身心庄严尊敬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利益众生，要让他也能够学佛啊。但是要以这个大悲心去圆满。最后一句，来，十四，发起大悲心，勤求无上觉。所以你要得到无上的觉悟，佛陀的智慧，一定要以大悲心做根本。有了大悲心，最后你才会般若波罗蜜，有了般若波罗蜜，你才能够成就佛道。但是离开了大悲心，就不可能有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做什么代志一定要升起大悲心。然后那如何升起大悲心？哦，观想众生是母亲啊，其因果要义啊，为了要修大悲心，所以我决定要去除嗔恨心、贪欲心。如果不去除这个心，你怎么修大悲心呢？啊，然后发起大悲心以后，还要承担众生苦，啊，就是说刚才一切痛苦我要承担嘛，啊，众生的痛苦我要承担呐，啊，所以修自他交换啊，修施受法呢，等等，啊，所以也发起大悲心的形象要去做。那什么是大悲心形象？哦，大悲形象者，大悲咒也，啊，真心的去念阿弥陀佛名号大悲咒，真心的去做这些事情。然后呢，以这个为动机，那么了解诸法空相，而且追求世间的一切，如何去利益众生的方法，勤求无上觉，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能够谈到这些所在啊，那希望在今天才印好了，所以各位可以多拿来看。前面还有一些莲花生大士消除病苦的方法啊，观想的方法，那各位可以自己看。好，我们来回向一下。来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以此功德祈愿悟明长老、戒德长老、明称长老、陈一长老、白云长老上品上身，趁愿再来广度众生。好，我们更要今天的功德要愿三宝加持，今天有六位菩萨出家，愿他们出家无障碍啊！愿他们出家个个能够安住在菩提心上面啊！然后呢，愿他们的出家能够引导更多人看到了清净相啊、菩萨相啊，而发起出离心、菩提心呢 啊！所以六位菩萨啊，我们出家人拢是伫六月十九出家同贺，啊，六月十九号观音成道日，所以转凡夫为菩萨，
把自己奉献给众生，学观音菩萨啊，救苦救难啊，愿成佛度众生。所以因为这样转劫了，一直出家，九玄七祖尽超生啊。但是也不是光我们自己的祖先，愿所有父母众生都离苦得乐。所以也愿自己呢放下世俗的痛苦，特别你们是女性出家，女性出家比我们男性难一点点啊，不是说出家难，而是放下难啊。我自己有家庭再来出家了，我这些人已经是有够杀手啊啊！以前人家都叫我职业杀手的啊，我都觉得自己过去有太太小孩啊，这不太容易，还不太容易，那何况里面是女性啊，啊，那女性出家，如果你过去有家人呢，啊，对你来讲压力会很大，所以要放下，放下不是放弃，是不执着，但是却充满了悲心啊，啊，对过去的家人有感恩的心呢，悲心呢，啊，然后升起一个责任感，有的人来出家是讲书里边烦恼了，我赚足侪钱来。不是来骗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供养。三不过小叔，你来看几个话讲者，我你阿弥陀佛出家啊，安尼你都不会有感恩的心吗？啊，如果按照卢旭长老了，我们以前出家半毛钱都不能带，全部供养三宝，供养完了，自己无半讲呢。啊，因为这个没有我的，然后我就受众生的供养了，到今天是如此。啊，你不能说。没啦，我有欠一块啊，大部分拢有欠一块啊。啊，我看真侪女将安尼出去，安尼就较脾气过歹，我有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后壁有欠一块啊，安尼啊，对不对？那报喜嘛够钱，安尼啊，这个也不好。啊，囡仔无钱过来找你摕，安尼。啊，因为我这点不是很强的，这是我在给欠的啊，怕后摆要用的啊，没事，这个要放下。那你没有放下，你就没有报恩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受人供养啦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就不需要去慈悲啊，因为我们是完全受人供养，我们才要真心的去感恩众生啊，不然我早都夭死啊，没有他修行。所以我们就有真实的报恩的心了、啊，啊，所以当然头一个阶段就是调伏自己啊，调伏自己和合在法里面，六合敬和合在团体里面，特别菩萨道，没在想起，啊，没在忘记，嘿，查甫人啊，到底呢，无想讲得就奇怪，啊，那你如果要做，那你就。如果你要去跟人家斗吵架，那你就破戒，破戒就没办法修行。所以有时候他们我师父你为什么不让我受戒，你会忘记啊，那当然当然修道里面的修改啊，那个无法度啊，你的清魂心地里面的修菩萨改啊，就算修改嘛不改啊，会如此。再来他们有问我说、啊、海涛法师你怎么不直接跟他们剃度啊，这不行啊，因为呢男女生呢都不赶快呢啊，我也不是空性的菩萨，我也不适合啊，那所以男女之间还有界限的问题，因为有些日常生活行为呢，那样讲女众一直女众不方便啊，因为日常生活行为你请啥呢别人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你留我们留我别人跟你讲啊，这个是女生的问题啊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女众一指男众，我们是一指法可以的，啊，但是你的阿舍里里面有禅持法师，有慧音法师，那、啊、而且老法师最好，当然还可以一指更多的老法师比丘尼。等一下我们要去法源寺，我们少云法师呢就来了呢，啊，那边有很多比丘尼啊，今天是他生日，所以。等一下我们要赶去、给他祝寿啊！一讲到祝寿我就很惭愧，昨天我妈妈生日我说没记得 啊这有菩萨就替我做了，哎呀我内心很感恩啊，那、我问道一郎他都不会在意的，没关系
啊，这一点我也很感恩的啊。所以要让自己进步，要让自己被讲。有人要跟你讲哦，你是很欢喜的。啊，有人你跟讲会生气，生气你都无度，你袂进步，就没办法休息。最后跟你讲三遍，你搁生气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什么，放弃吧，放牛吃草，骨在你。啊，变安尼啊！啊，后摆你那个在道场跟他冤家，我就想办法叫你去住山顶，意思说你离开阮好了呢。我们这边有几个人，没办法，这刚修打打打，那团体会乱掉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叫家己去住一间啊，家己去隔壁修打，对吧？你跟别人住袂使，跟别人住规工都都来打。虽然喜欢出家，但是不喜欢修行。啊，这个不是很圆满。好。所以那现在就我们依法不依人，大家发菩提心啊，真实刚刚讲的华严经的重点，我要体悟空性啊，至少要做到心情和谐，和谐啊，圆满啊，大家多精进啊，精进不是说我每天躲在房间啊，精进要接触众生，从这里面去思维佛法，但是更要深入经藏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好。